我是小宝，我手里牵的这条还是那条太极小母。看过我前几视频的朋友都知道，前两期视频配的是我那条深蓝灰色东德种公玄武，但是经过两次搭配仍然没有成功。第一次搭配可能是天数太早，母犬不配合，但是我观察后面天数不早了，这个该配了。但是经过昨天上次搭配人工辅助还是不行，可能他俩无缘，但是我仍不放弃。今天呢，我找一个教授专家级别的，在这方面找他帮忙辅助一下。如果他还扶不上的话，那没办法，只能为他另择佳婿了。好的，咱们走吧。开始。这里有脸儿，这里有脸儿，好脸儿，有脸儿。让吧，走，让咱俩进前面吧，我要扶个木头。第一回合没成功，把公狗先牵到一边去，缓一缓。合开始，失败了。会。拿润滑油去了，辅助一下。公狗的欲望是确实 OK 的，不错的。还是没成功。哎呀，很遗憾，还是没有配上，这说明你们两个是无缘了。没办法，只能再给你找一个老公了。好的，今天的视频就大家拍到这儿，下期视频我会带他去找他的新老公、新种公，给他换一个，因为这时间也耽误不得，因为这母犬的排卵期就这几天，得马上给他物色一条新的种公。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继续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